小动作打板两颗。自投自抢的，没有机会任球，很轻松的放进两分。错位打得很漂亮啊！再中三分。小打大啊，是将比分反超了一分。来自周子然的三分。回去三分，一个假动作骗过对手。反手上篮两分，郑启荣。快攻反击打得很快啊！距离也有篮，双方比分是较劲上升，你打进一球，我也回进一球。很自信的一记三分啊，上场是打进，好球刘东两分打进啊。杨晨的三分有了，还是盖帽球，转身上来两分。盖帽球，转身上来两分。好球问声，还是二次进攻也是没有。
身。郑启龙。来自王清的上篮。一手也是采取一个半场的夹击防守，也是防守就会出现漏位啊。又是杨晨。中距离，还是周洋的三分。三分有了，这边连续的命中三分。助手三分，补拿两分，分的差距。再胜上篮两分，王郎清。空位三分，有了。好球啊！清华杜兰特作阳。又是三分啊！你这个清华大学赢了，他跟谁打？是还在这里打？不在这里打，在龙岩打。不是还有一场在这里打吗？明天那个是还要看别的打。啊。都说了还要看别的队打完才知道谁要来打。加油！
上篮，苏文奴。刚刚也是超远的压哨三分有效啊。